昨晚好像喝太多了，那就起床刷牙洗脸，准备出发吧。嗨，我又回来了，丹丹汉堡。真的还想再点一个套餐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只不过吃越多，自己口袋钱会跑出去越多。那等一下准备出去走走吧。啊，好惬意的早晨哦！一早就吃丹丹，感觉好棒哦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踏上了西子湾。没有想到中山大学就在旁边而已。这边不能钓鱼了，不然就带大家体验一下这边的风景吧。哇，台上有猕猴哎！哇，这风景真棒哎！没有想到这边会有一艘废弃的货轮呢。
哇，你看又滚。哦，那叫多喝。哦，现在时间差不多傍晚五点多了。对吧、啊？本来想说我今天去甩路亚甩在十多分钟，就在两点去找利友。今天就是很不巧了，悲剧的一天啊。对啊，跑了三间吊下场啊，可是都没有办法做吊了，不是客满就是休息，就觉得很可惜啊。可是现在天色晚了，我想我们还是去吃晚餐好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吃咯。Go， 走、啊。我们刚要去吃东西，路上才发现说，我好像过六个小时后就要上班了，结果我还在高雄，没回桃园。突然紧急事件，就要再麻烦利友他载我去高铁，我要赶高铁回去，不然会出事。那我们就等一下高铁见喽。嗯，请取票。北上口。谢谢。我刚刚坐上一般不会停靠桃园的高铁，所以我现在在台中这边等换车。我想到说，我看错班表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是问题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哦，我会再去回复你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喽。